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《全家一起顽皮去》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零钱包啊，你可以当放零钱，也可以放名片啊，它非常的实用又好拿。好，我们需要准备的呢是这样一个皮片啊。那因为它皮的纹路很多，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图案。我等一下会稍微敲一点小图案，然后还有两个侧片，还有这是它的扣子，这叫四合扣哈。这样一组，好，那我们先要来敲图案，敲完以后我们要来上色，好，一样哦。你在敲图案的时候呢，皮要先把它喷湿，我只要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你选择你喜欢的印花工具图案，我们就轻轻的敲几个图案，好，啊，因为我不想要让它太多的花纹，因为这块皮的纹路很漂亮哈。这块皮的纹路非常漂亮，那我们要先来上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来上颜色哈，一样用纱布。那今天我们用的颜色，不太一样哈。这次的颜色是含金染料，它的颜色比较重，因为我希望它的皮的纹路出来，然后我要它的颜色是有点沉的，所以呢，我用这一组染料。一样哦，轻轻的画圆圈。注意你手的力量，不要让你的那个皮的颜色有一点块状在那里，就不太好看哈。如果你不小心沾到太多颜料，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擦掉哈。有时候在做这些东西，在训练我们的专注度哈。你稍微一个闪神，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疏忽。那你要记住，你怎么样去把它做处理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干擦，干擦就是纱布上的颜料要少一点。如果它沾太多的时候，那可能就会一块在那边就不太好看哈。因为我现在要把皮的纹路做出来。那上到什么程度呢？上到你自己觉得喜欢就好了，没有一定要什么程度。如果你觉得浅浅的你喜欢，你就可以留下，可以停下来。如果你想要让它更深，那么你就再继续上哈，上到你自己满意为止。那它马上就干掉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啊，小片的这两片也一样要上色哈。你全部都上好以后，我们一样要来上保护。我们刚刚是做擦染哈，所以有时候它的颜色稍微会带一点起来哈，没有关系。尤其这一组染料哈，这组染料它的颜色比较沉，然后它的分子比较粗，所以它的渗透性会弱一点点，但是不影响到我们的效果。整个擦完以后呢，我们等它干，我们要来做背面跟边的处理哈。那这整个弄完以后呢，我们的背面的毛边一样要处理，还有这个地方的边哈，我们一样要处理。我们一样用 CMC，还有这个磨研器哈，确定它干了以后不会去粘到前面，你就可以用了。这块皮呢，它比较软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把背面的地方先处理，我再来处理边，才不会边被我弄变形哈。因为它皮比较软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做一点调整。有时候你拿到的皮，它的部位不同，它的整个组织纸不一样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一些的调整，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，让它变漂亮。动手做的时候也训练我们脑筋怎么样去应付这些不同的皮，它的反应。毕竟我们用的是一个天然的材质哈。好，这样完以后呢，
弄完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处理这个边哈，这个边的地方我们一样要倒角，这个时候我们用背面，因为我前面的颜色比较深。倒角完以后呢，我一样用砂纸。这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整个还没有很干的时候，我在用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的手要轻一点，尤其我刚刚讲说这块皮比较软哈，所以你要轻一点，不要那么用力。有时候你在制作这些的时候，你的力道需要掌控。好，我们一样把边粘上，再用磨圆器的这个厚度的地方，沟槽的地方，看哪一个沟槽你比较顺手，一样用力把它磨，让它变滑顺。什么程度好呢？你自己去摸哈。很滑，那就好了哈。然后这个作品呢，颜色比较深，所以我们要来上边油啊。这个叫边油哈，边油这是一种涂边剂。那当然它有各种颜色，还有各家厂牌所出的边油不一样，它的处理方式会不同。我现在这个边油呢，它比较自然，所以我磨得很亮的时候，我用这个棒子。这个是那个烤肉的那个竹串哈，我用这样把它稍微弄一下，滚过来。好，如果你觉得你的边油上的没有很均匀，你等它干了以后再来上一次。那如果均匀了，那我们就等它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打扣子跟打洞，我们要准备组合哈。那以这个作品来讲，我会先来打扣子。这个扣子呢，四合扣哈，这是我们有图文的四合扣，这是一个幸运草的四合扣，所以你要装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方向哈。四合扣在打的时候，只要在硬的地方打，就是大理石或者是一个铁，甚至有时候10块钱硬币都可以拿来用。它底下不需要做台哈，然后它有一个尖尖的地方，你要找它的方向找对。轻轻的敲它就可以组装，不要太用力哈。好，不会动，那表示你有打紧了。另外这一边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支工具哈。它这个扣子的工具都照着它的弧度，所以你必须每一种尺寸不同的扣子、不同的工具、不同的扣子去配搭得宜，你出来的东西才会漂亮。这样就好了，我们的扣子这样就打好了哈。所以如果你底下是硬的东西，它就不会变形，要不然如果你打出来的东西中间有个圆圈，表示你把扣子打变形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打洞哈，打洞，然后我们准备要来缝合。一样在打洞的时候你需要做记号哈。这个作品呢，我希望这个地方前面的地方我可以做一点装饰，所以我这里一样要画线。画好线以后呢，我们一样用零展哈，四零展、双零展、单零展。那这个2.3的零展呢，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来用也都可以的。角的地方先一个洞，然后再来打。你的洞打得直、打得漂亮，你等一下缝线就会漂亮哦。所以打洞的时候要小心哈。越仔细的时候，你就会做出来越漂亮。最后的地方，我们一样要看它的洞够不够刚刚好，不够刚刚好，你要稍微调整一下，稍微把它弄小一点。剩下这个，我用一个洞稍微做调整，人家就看不出它的洞的大小不一致哈。那另外这一边一样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贴厚度的地方，厚度的地方你如果两边都一起打，你等一下会对洞对不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弧度的地方用两个洞的来慢慢打。
如果你怕扣子在这边你不好打，你就可以刚刚先打洞再来打扣子哈。它的顺序是怎么样，就是在让你的制作方便就好了。有时候可能要先打洞，有时候可能要先打扣子。每一个作品它的制作上面会有一点顺序上面的不一样哈。你在打这个工具的时候，你的手尽量不要这样太高，太高它会不稳哈。让你的手指头可以去顺便压住皮革，这样敲你就不会跑掉了。然后木锤也不要拿得太后面，太后面你的手容易受伤哈。很多手作的人，都会有手部受伤，或者是筋骨上面有一些问题哈，那划不来哈。你要知道怎么样让你是可以轻松的把它完成。这个缝好了，那我们要先来把这里缝起来哈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用三倍，你可以多一点点，如果你怕的话，你可以多一点点。比较长的时候，我就不把它那个针穿过去哈，因为这线有上蜡，其实要滑下来不那么容易。但是如果你要用力拉的时候，你就需要穿下去，避免它针滑出来。你常常在那边必须要穿针哈。我们一样，这里先做一个装饰的缝线哈，我们先把这个缝起来，等一下会来组装。如果你这里不缝也没有关系哈。但是我缝有装饰的作用。好，快要缝完了哈，最后的结束哦。你在缝的时候要注意你力道的拿捏，如果今天你的皮你太用力，你把它弄变形，那么你就稍微拉紧一下，利用线来让它变得平整哈。好，回针，我们一样回针。那它是单层的，所以我们把线藏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剪掉。0.1公分留着就好了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打火机来烧。有的线你不能用烧的哦，你要用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的线的材质适不适合你这样烧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我们要来贴哈，贴这个皮片。那我这个地方我有做记号，所以我才知道说我的接下来我上强力胶的部分我要上在哪里哈，因为你强力胶多上的地方它就会脏脏的。然后这两片呢，如果你要好贴，你可以先把它折起来，因为整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立体，这个叫做塑形哈。我们在做皮件的时候，常常会有塑形。那当然，如果皮够软，你不用这样塑也可以贴哈。只是这样贴的时候，你可能等一下会比较顺手，你可以这样剪弄一下，一样0.5公分宽，轻轻的上。那你要注意你要上的位置，因为你等一下粘贴的位置很重要，在哪里？你不要上过头了啊，然后那个胶就粘得到处是，就不好看。我为什么这样跳着贴？因为强力胶我这么多位置，我在强力胶的那个干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我这边弄完以后弄这边，因为我等一下这里要贴这一片哈，这样会帮助你在强力胶的干度的时候的粘贴比较好。如果你整个都那边都上完了，那你这边再来上，那你的强力胶这边会太湿，这边太干，所以有时候调整一下你的次序。
有时候如果你吹冷气啊，它可能就会比较快干哈。好，好 ，OK。好，要把它对位置对好哈，从上面的地方我们把它贴好，这个地方贴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用滚轮来把它滚紧。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滚轮，滚轮是最好的，让它皮革的粘性比较好的哈。好，那我在滚这个的时候，我这边也差不多干了，所以我这边把它贴起来，我再贴另外一边会比较好贴。注意你在贴的时候啊，我们外面已经打好洞了，所以你现在这一片呢，可以出去。出去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弄掉，可是你不能太缩进去。太缩进去的时候，你等一下打的洞，这一片的皮面那个皮肉就会留得太少，留太少很容易会裂开哈。好，折起来。从底下再贴一样哈，你要对齐。那皮呢，它有延展性，所以你在贴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力道，才不会把它变长或变短哈，这样就不好看，就会不整齐。甚至你做包包的时候，你起来的东西就会歪掉了，因为这基准点很重要。你基准点没对好，皮包位置没对正，那么你等一下出来的包包歪掉了就不好看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用滚轮一样，手上的铁的这些工具、斩类的工具，让它把它压好，才不会裂开哈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稍微压一下。皮很乖，我这样一压，它就听我话，乖乖的停留在那边。好，刚刚我们这边打完洞了，这边没打洞，我们要用这个叫工具夹来夹洞哈，顺着刚刚的洞。斜斜的来夹，因为这是平的，我们刚刚的洞是菱形的，所以我用这样来夹，把刚刚贴上去的那个小皮片呢，也用好洞，这样你等一下才能缝哈。那在夹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你的角度哈，你这支工具夹的角度要对好。通常在做立体包包的厚度的时候，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那一片皮。打好洞，再来对这一片皮的洞，因为这一定会对不准。也许是皮被你用延展了，它的洞孔就不一样了；也许是它的厚度，你根本不能够这样子打洞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我们都把它夹好洞。我们等一下要来缝。一样哈，我们两支针，那这个线很长，如果你像把它穿好的时候，你就会打结哈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穿，不把它固定，我直接这样。可是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是开口，你会这样子弄开哈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把它做补强，绕回去啊，这样，然后绕回去。本来是两支针一起弄，但是我们现在只利用一支针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包起来哈。很多包包的制作，我们这个地方需要这样，那我们把它弄两次。好，这样，好，这个地方两次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缝制。所以如果这个线这么长，我们的手根本不够长，那我用这样子来缝会比较好缝。那我等一下呢，缝到哪里我就把它退到哪里。而且这个线很漂亮，它不会因为这样在拉的时候变形。好，我们整个绕一圈快结束了哈，我们等一下要来准备收针。拿针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不要去扎到。
好，怎么收针呢？我们一样要把它藏在里面哈，这样小心哦，把它穿进来。另外这一边呢，把它这样绕过来，让你的线藏在里面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来把它拉紧，调好，拉紧剪掉。那我们一样可以用烙铁哈，你可以用烙铁在里面这样把它烧起来，然后呢，它就会粘在里面啊，那这线就不会跑出来了。那边的地方我们一样要处理哈，边的地方我们要处理啊，我一样要倒角哈。倒角完以后呢，如果你有电动的，你就直接用电动的来磨它，会比较快哈。好，弄完以后呢，我们一样用 CMC 来把它的边磨一磨。每个作品你都需要这样把它做处理，那个作品起来才会精致。那你在使用当中也不会觉得它很粗糙，会刮手。仔细的把它磨亮，这个动作很重要，你要把它磨得很漂亮，啊，作品才会精致。你磨起来。啊，使用啊，特别是这样在使用的东西，它太粗糙，你摸起来触感也不好。好，我们仔细都整个磨完了，你这样摸很光滑了。我们一样要来做边油哈，上边油。你这个颜色比较深，我们没有，如果没有上边油，你就会看到侧面是白白的，就不好看，没有一致性。轻轻的把它弄过。全部都把它确实弄到，如果等一下干了，你发现它没有，有的地方没有上到，那你就可以再补哈。那其实这边有还蛮快干的，那我们把它放着让它干，然后干的时候呢，啊，像这样干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样把它稍微压一下塑形，那这个地方就整个就完成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这集的作品你也会非常喜欢。非常可爱、非常实用的一个小零钱包，也可以当你的名片包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家庭和乐美满。